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符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76集的节目。我的话呢，最近有点咳嗽啊，有点稍微需要讲话，不能够太激动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接着做飞过山一打三这个套装系列里头的狼蛛。那具体来说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说成，它的话呢是先前的一个弃案，也就是说它是最初的。讨论的时候呢，方案里头它的配色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之后呢，不晓得什么原因呢，改成了这个紫色。那以生物界当中呢，越是鲜艳的家伙呢，可能毒性越强啊。我觉得这款紫色的确实也是比较好看了啊。主要还是在于它的本体的紫色跟这个黄色的线条有一个很大的反差。我这一款一样都是金色的线条，但是呢，在橘色的身体上面呢，感觉就没有那么样的亮眼了啊。包括手部上面的这个金色条纹，这个的话呢，感觉就没有那么样的分色，没那么样的漂亮。那么手，不对，蜘蛛的脚的话呢，黑色的脚呢，看上去也是比较恐怖的感觉。而这个配色整整来看的话吧，除非说你有个人的偏好，不然其实两者的话呢，你拥有其中一款应该也就可以了啊。那它的一个足部的话呢，都是只有根部的这个啊，不对，中间的球形关节可以动。根部的话呢是全部卡死的啊，跟本体是连在一块。那这个模具本身做的还是相当好，它的武器呢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腹部还有尾部。那么前面的这个螯的话呢，可以这里稍微转一下而已啊。那左右的你也可以把它这样的张开一些，但是，作用不是很大啊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气焰配色，对这个人物特别有尤其好感的话呢？目前拆售出来的四人包里头，这个的价格可能是比较低的啊，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入手一下。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款狼蛛的变形过程。武器的部分呢，可以先把它给取下来，然后手臂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折下去，它有一个结合的点的这个地方啊，各位可以看到，稍微把它给搓下去，搓完之后的话呢，这里有个双动关节，先把它给搓开啊。然后这个部件往下面翻下来到这里，然后方便我们做一个运行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挑起来之后，把它往上提一些些。这个时候呢，腿的话呢，就可以顺势从下面给划出来。划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只需要顺势把它给打平就可以了。这个变成蜘蛛的时候呢，塞进去的话呢，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的一个胸部这里横膈膜这里以下的话呢，整个做一个翻转到另外一侧来啊。翻转到这里之后，把这个头部的话呢给往下放一点，这个地方凸个凹在这边，把它给扣上去。简单的说吧，就是把这个背后的甲壳呢跟原本这个虫形的头啊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其他的部分顺势的把它给放下来，手臂往下放。这个部件是这个其他蜘蛛的手的部分，我的建议吧。是这样子，把它给推到后面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。好，在这边，感觉吧可能是重涂了还是怎么样？这个模具的松紧度，我是觉得略松一点点，差一点点而已，并没有差很多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爪子的部分呢都给收到后面，尽量把它靠近一点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次四人组合包里头的狼蛛。那武器的话呢，也都是偏灰色啊，整个的一个原本模具的黑色部分啊，几乎都把它换成了这个灰色。认真看起来的话啊，我还是觉得这个的面雕可能更加的有一点设计感。这个的话呢，机器人的感觉比较重，感觉像是金属变体之后的一个样，我不是说它的金属变体长这样子，是说这种风格，就机器人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，而这一款则是生物的感觉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就单看个人的喜好了啊。那么背后也各位看一下，这个视觉上来说啊，还是紫色的可能会再更毒一点啊。那这个可动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，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手臂的平举360度的转动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手腕不能转好，毕竟是一个前行的。那腰身可以转动，脚前后侧踢啊都没有问题，脚踝也都有接地。那这个玩具本身的话呢，我觉得分数还是不错的，特别是它的蜘蛛形态啊，你如果要复数来收的话呢，养出一大堆毒蜘蛛的感觉。
好像也还蛮酷炫的。那再配上黑寡妇啊什么的，你可以养出很多很多很多七彩斑纹的蜘蛛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